如何创建并开始使用 Smart Wallet？ 欢迎来到 Smart Wallet。Smart Wallet 是新一代的加密货币钱包。Smart Wallet 软件的主要特点就是，用户可以在同一个应用程序中创建无限数量的加密货币钱包。在本视频中，我们将向大家展示如何在软件中创建第一个钱包。如果您使用苹果手机，请在 App Store 下载 Smart Wallet 软件；如果您使用安卓手机，就请在 Play Market 下载该软件。打开软件，勾选复选框，同意使用条款，然后点击 Create Wallet 按钮。这就完成了，您的钱包已经创建成功了，剩下需要您做的就是牢记用于恢复钱包的助记词。请点击屏幕上的 Backup Needed 按钮，然后会打开一个新的屏幕，您会看到12个单词，您需要点按下方的 Press and Hold to see Phrase 才能看到这些单词。请您在这一步格外认真，因为这些助记词决定了您账户资金的安全。我们建议您将助记词写到一张纸上，千万不要将它们保存在电子设备中，也不要与任何人共享。要继续使用软件，您需要按正确的顺序确认您刚刚写下的助记词。如果一切顺利，就会收到钱包顺利确认的消息。请牢记，不要把助记词交给别人。祝你们一切顺利。